就是你在很多的那个，就是那种那种什么灵体座，然后那个我都会看到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然后你都会摄影，全程摄影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是的，我们就是一搭一起加油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辛苦。发现这里的地址不适合，然后松山烟厂恢复成公园的时候，希望这些树可以回到他们的老家。这里很多树都其实都很大棵，然后这些树都是日本时代种的，白千层，白千层进口到台湾，树苗进口到台湾的时候是大概1910到1928那一段，所以不管就是日本时代种最多的就是白千层。那其实也有一个他们日本殖民的一个意识啊，就是他们就是占领了一些国家以后，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些国家的树移到台湾来，然后因为台湾当时是他们的殖民地，就是认为说在他们的所占领的地方的树也都移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，我们拥有的就是这些东西。那你有看过榕树长得那么惨吗？我说真的，你知道这几棵榕树以前在松山烟厂，它是像国泰那个 mark 这么大棵的树，然后你看已经几年了，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恢复。他们以前是那种，就是一个大圆形的那种大榕树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你说他们以前的照片。
场一次树木银行大概是600棵，然后到后面就剩下205可以勾几条吗？嗯，通灵那里还有很多，对，通灵我们有带一大袋来。对啊，我知道。那个文理跟通灵拿一下袋子，拿多一点好了。那剩下400多颗拿去。有一些原地保留，然后有一些是那个移到文化园区，那就中央文化园区中那个台北文创旁边那一栋。那一栋的旁边有一个角落种了很多的树。那个就都是松叶树。哦，所以松叶树移到2边吧，那边的是受保护，这边的是不受保护。然后那边受保护的都是椰子树，因为细细小小的很好照顾。对。然后这些比较大棵移植很难存活，或是很容易死掉，要赔很多钱的，他们就列为非受保护树木，因为受保护树木死一棵赔一棵，非受保护树木只要80%的存活率，所以有20%死掉是不用赔。赔到哪？赔就赔钱啊，赔树啊，树赔不出来就赔钱，然后一棵树只赔个几千块。赔给谁呀？这个？台北市政府啊。都没有赔给我们人。如果今天确定这一些树在这里是绝对安全的状态，因为其实我们回去会再要求，我们会要求他们针对这里的土壤跟地质去重新进行检讨。对，因为虽然嘴巴讲不会有沼气，然后说他们给了他一立方米的特点，一立方米就是一公尺四方，对，也就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就是它的下面，它的给他一些新的土，而再下去的土都是以前垃圾场的。的东西，对，所以他现在这样子只给一立方米的土，是不是可以有效保护这些树木？其实是值得去检讨。对，就我知道没有，我们连他们要被挖过来的，说这个选址没有经过，对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完全都不知道，然后就被移到这边来，只是看到财讯，因为我大概有机会经过都会去看，对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每天被来弄来这么久。那您定期都有过来这边？没有，我第一次来这里，我说之前在找你，差不多都会去看。现在下面有一些在流行的，有一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央附近在录的，这一些是围墙里，原本中央在围墙里的。哦，那边的树现在是怎样？那边的树也很惨的、啊。对啊，现在有没有要那个吗？拆要移吗？我们的树目前在争议确定出来之前，争议就是大巨蛋要不要继续下去决定之前还不会动。哦。目前是这样子。现在也要动了，对，16号，16号要动什么？有一个会议，不知道是什么会议。然后米勒，你们那个如果要上班的，约一下，看哪一台车先下去。能绑到尽量绑到，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松山烟厂的事。原意有他们计算的方式，而在我们人民的情感或者是这些。环境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，那不是钱可以解决。嗯，对吧？你今天，我说真的，今天杀了一个人，给你1000万有用吗？他家属能接受吗？你们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家属。
就像那一种就是比较小颗，那就是后来在树死掉以后再。这个就是原本的，就是松烟原本，这小叶南洋杉，然后原本的在松烟场就大概是这么大颗，啊，它大概都是16-17公分吧。大概是现在的3到4倍的高度。是为了运送？为了移植，然后所以他们把上面剁掉，然后你看已经剁掉这么多年，它还在。你刚刚说有些是比较小的，从来96-97松山鸟要开发他们移植树木，就把它移到内湖的保护国中预定地，那就是所谓的树木银行，然后树就一直放在那里，然后一直到2年前移到这边来。了解。你刚说有的树干比较小，很明显的不是，就是那个补的补出来的树，补的就是说死了以后它就是移植死掉以后它会补，那补不是说要同规格吗？所以你可以请他们讲出来到底多少是补出来的，但是实际上并不。并不是像他所说的同规格，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不是嘛？这是死掉了吗？还在冒着。所以这是活的。嗯。有走喽。谢谢，辛苦了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一颗现在旁边有发树芽，对，然后那一颗的状况比这一颗还要长，可是这个要再长出来有困难。它其实树被移植以后啊，它在用的是它自己本身储存的养分，然后所以会长新的一些芽，可是到几年以后它养分用完，然后它下面吸不到新的养分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去继续存。再来另外一个点是，目前的移植工法都是把这一些树修到是快没叶子的状态。我们都知道树要有叶子才能行光合作用，才能蒸散作用。蒸散上面有蒸散，下面才会吸水。对。所以当上面的叶子没有，像这一棵树它没有叶子，然后它原本的根又被剁掉了。它那个整个循环的系统就没有办法运作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看到这些小芽，可是非常不乐观。那所谓好